这里是2003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最后一站的比赛，来自万事车队的天才车手于太昂和他的红色战车正在创造着全胜夺冠的传奇。他的过弯速度已经达到了赛道设计的极限，从来没有人能在这种过弯速度下还能精准地操控赛车。2分17秒579，他创造了新的赛道记录。那一年被称为红色军团的万事车队，连续3年包揽车手积分榜的冠亚军以及车手总冠军。也是那一年，一号车手于太昂和二号车手魏千里被选送征战明年的达卡尔。那一年可以被称为拉力元年。后来于太昂在达卡尔失踪。魏千里先生，今年是您首次夺得了个人总冠军，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这个世界很残酷，老人会被淘汰，弱者会被超越，我们都觉得很惋惜，不过不会有奇迹发生，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奇迹的。2005至2006赛季，魏千里成了新的总冠军，并把万事车队改成了黑金色。但魏千里却没算到，10年之后，他最大的对手居然是我。我叫张驰 ，CCRC 新人王，新人赛全胜夺冠。总之，我是个天才。是我赛车生涯的状态巅峰。吃了牛羊，我碰到了一群羊，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羊就是我最害怕的东西。
叫林真东。真东车队头号车手，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4年冠军。我跟你说，这个林真东，也就是仗着自己有钱，他那个车就是钱堆出来的。他就算驾驶座上拴个猴，都能跑前三。这几年要不是我不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冠军什么时候轮得到他呀？相信我，今年的 CCRC 巴音布鲁克，我会重新夺回我失去的冠军的。起锅，来吧！林真东，叫我真东就好。所以这里原来就是飞驰车队。说实话，张弛，我很尊敬你。从我刚开始开赛车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听到你的名字。我参加了4年 CCRC， 拿了4届冠军。他们都说，如果你在，我赢得不会那么轻松。我听够这话了，因为我不这么觉得。你的开法已经过时了。今年听到你在准备复出赛的时候，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在赛道上证明这一点了。看来你真的是来下战书的。我是来向你提供帮助的。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自私，但我需要你以最好的状态完赛，这样我赢得才有意义。所以，不管是资金还是其他方面，只要你需要帮助，尽管跟我提。回头再来，加油吧！好好享受作为冠军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振东，电话。喂，你好。张弛啊，嘴还这么硬呢。Loser。说谁 loser 呢？你连赛车都没有吧？孙宇强知道吧？我那领航员现在正在把一部新车运往巴音布鲁克的路上。需要帮助，尽管跟我提。你的车就交给我来修吧。真的不需要我给你配一个领航员吗？不需要，赛道都在我脑子里。没有领航员，照样赢你。2027年巴音布鲁克拉力赛正式开始，刚刚出发的正是本站夺冠热门林真东。红哥，今天路书给点提前任务。收到。直线500米接总3，小跳。前方是一个 U 型弯。提前刹车，弯心有碎石，不要切弯。巴音布鲁克一直被车手们视为国内拉力赛的顶级难度，前半部分由森林的砂石路组合，中间将爬上海拔4000米高的巴音山，每一层的垂直落差高达100多米，是对车手和赛车的最大考验。赛程已经过半，失去领航员的张弛即将迎来最危险的路段。继续。
车子刚才说到石洞了，请高登赏识一下。这条山路上充满了视野盲区，失去了领航员的张弛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在平均时速高达160公里的赛道上，这几乎等于自杀。张弛的开法正如他五年前一样激进，他紧紧地咬住了林真东，两个人的差距微乎其微，林真东仍然领先，但张弛的赛车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巴音布鲁克赛道让全世界最震惊的地方就是终点线之后的一个急弯，护栏外是数百米的悬崖，冲线时究竟是全速还是收油，让车手无从选择。尤其像是今天这种差距极小的比赛里，马上冲刺！准备刹车！林真东冲线了，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跑进一个小时的选手，他的刹车点太极限了，已经逼近了赛道设计的极限。如果他驾驶的不是这辆拥有超级性能的赛车，他很有可能冲出了赛道。刹车的压力特别高，可能哪磕破了，你不能再全速了，要给自己足够的刹车距离，知道吗？冲线前我是绝对不会刹车的。我的故事要结束了吗？我跟飞石车队的一切都结束了吗？还记得那年我们刚成立的时候，一切都多美好。勇气、智慧、坚定、自由。2022年万事邀请赛，车翻了，腿也断了，半个赛季报销了，赞助商全跑路了。车队设备最后都抵押给了银行。老叶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款，他为了维持车队早就把房给卖了。没想到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属于我的时代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正式宣布飞驰车队正式解散。车队散了，小何走了，我连个再见都没说。我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当一个人的运气坏到极点的时候，往往会一落千丈，最终滑向深渊。由于张弛参与非法赛车，我宣布吊销车手张弛赛车执照，禁赛5年，即日执行。后来老叶也没了，飞驰车队重组的希望也彻底没了。老叶走了，遛狗的时候被车撞了。我坚持了5年，重新站上了巴音布鲁克的出发线，可是这次真的要结束了吗？一切真的要来不及了吗？
病人目前叫不醒，血压85/70，脉搏有点快，瞳孔对光反射也不是很好。现在赶紧扎个针，把液体补上。至少得开两条静脉通道，胶体和晶体先各入一千，赶紧抽血查常规、凝血，还有准备配血。好的。孙玉强呢？谁？什么孙玉强呢？小林总，要不咱俩去医院吧，好吗？你管我叫什么？小林总啊。你有点吓着我了。咱俩去医院吧，好吗？紧急抢救，心脏复苏。去医院吧，好吗？我是林振东，是吧？小林总，你失忆了？不对啊，林振东这会儿应该在巴音布鲁克，这是哪儿啊？瀛州赛车场啊。本来我俩是来考察度假村的，没想到遇到了赛道日，然后呢，遇上几个玩车的。实在对不起啊，我有点冲动。你说我们来干嘛来的？考察度假村啊，收购那个魔鬼十九庵，改造成看山闲居的项目。眼球到站，一圈定音，祝贺中国女足在这场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顽强拼搏，最后在眼球到站里面淘汰。2022年，女足亚洲杯，5年前。2022年，瀛州站，我独挡了，我重新独挡了。你到底怎么了？我求你了，咱俩去医院好不好？有比去医院更重要的事儿。CCRC 瀛州站，我车被撞了。没有，他们车在这儿，人跑啊！啊，去什么医院呢？我有事儿。哎，这是你们车吧？嗯，这是不是你们车？别拽我！不是，你们把我车撞。您好，您好，您好，你先上车。怎么回事啊？你干嘛？来来来来来，你把我车撞了，怎么办吧？那个是这样啊，我先留个电话给您，他先。哎，
就是他别的我。那是我兄弟。哎哎，哥，你评评理啊！他撞我车，还说是咱兄弟撞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把我车给撞了就想跑，哪那么容易啊？不是我们撞的啊，是他。来来，兄弟站出来，是他刚别的我。兄弟，这是哪儿啊？赛车场。赛车的规矩，谁在前面谁是老大，谁在后面谁是 loser， 懂吗 ？loser， 你怎么说话呢？说谁 loser 呢？谁想跑就说谁啊！我原本以为啊，你已经够二了，这要放现在来看，几年后你算是收敛了。年少轻狂可以理解，老来也张狂，狂一辈子啥也没落着。赛车场规矩的，什么意思？赛车场规矩，咱俩比一场，我赢了我就是老大呗，谁是存货谁掏钱，好不好？用什么？用你这迈巴赫啊！你这车长五米多吧？都快上黄牌了吧？570匹马力，你拿什么跟我比啊？天天在这背数，你真是个万事的人啊！我用这车赢你，我真占你便宜了。就那个卸货那小车，看着吗？上车吧，教练总。要不咱们叫老大得了？你有没有点骨气？什么玩意儿？赶紧过来！可赢定了。这么有胆子？你快点！大哥，那边啊，有一个神经病，开一个什么跑车，非要跟我赛一场。我拿你这个车虐虐他，借一下。哎，你要是想要什么报酬什么的，扫他。我这车能行吗？来吧，扫我。就不行了，你不是林振东的领航员吗？我独挡了
2022年，我回来逆天改命了。哎，别吐车上啊！别吐车上，要吐下去，兄弟。老铁们，看一下啊！大哥，谢谢啊！车神，来，小豆，小匕首，来出来来，小老大，我告诉你，就你那车，肯定是非法改装过的。怎么还赖车不行呢？你这发动机你不喜欢，你过去来，我咱俩换一看，我开这个，再加赛一场呗。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有点事儿，改天找你参加。有事儿？有个朋友叫你，你的朋友小甩棍儿，哎，无中生有是不是？小 loser， 没劲。行了，散了，你吐完了吗？走吧。哎呀。这帮自媒体呀，一天就是胡说八道啊！小林总，就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你那辆破车怎么可能会比超跑快呀？嘿，我跟你说实话，那个车呀，从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电控全做了赛道改装。这大哥呀，一天就在那儿搬轮胎，扮猪吃虎，就是博眼球。他就是一赛车网红，你知道吧？我还怎么不知道这网红啊？这两年才没火吧？好日子在后头。财务总监这干嘛的？谁呀？这是？你怎么把刘总电话给挂了？那谁呀？我又不认识他。距离第二赛段发车还有一个小时。2022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最后一站宁州站第二赛段发车7分钟后，天降暴雨，我的车滑出赛道，这是我距离总冠军最近的一次。C42C 宁州站，赶紧导航，快点，快点！三只兔子，兔子什么兔子？19号扳手。扳手你就说扳手不完了吗？说的哪门子黑话呀？他把隔墙有耳，万一被办事的人听见了，能推算出咱们车的性能风格。密码本不是给咱们了吗？你没背吧？运车审车都是我哪有功夫背啊？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没工夫。哎，餐来了，这带记号的是张晨营养餐，别拿错了。哎，我去请记者过来，你们状态好一点。出来吃饭啊。4号班长。哎，刘记者，哎呀，好久不见。你好，久等了，真的是不好意思，刚才也太忙了。我们快点开始吧，我后面还有很多采访任务。好。我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们飞驰车队为了这站比赛都做了哪些准备？哎呀，我们飞驰车队这一次可真的是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我们张驰已经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进行非常科学的健康饮食，来提高自己的体能，绝不暴饮暴食。我们呢也是出了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健身计划给到他，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自律，我们每天啊都督促他严格执行。
而且我们的车手啊，那真的是在比赛之前从来不会做任何的危险性的动作，非常的专业。哎，池哥，这平衡车坏的，你小心点啊。刘局长，请问张师这是在训练吗？今天采访我们就到这里，谢谢。是，麦还给我。不好意思啊，再见啊，刘局长。魏千里先生，请问这次比赛你最强劲的对手是谁呢？车手，他最强劲的敌人永远是自己。也是，其实按照您现在的积分，你只要上场就会是冠军。这不还没上场吗？这是个态度问题，永远要全力以赴。那您觉得今天自己可以赢吗？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您打算拿个第几呢？永远是第一。对于冠军热门张弛，您怎么看？加油，我也祝你好运。老肖，我估计得再换地儿了啊。振东打算买下魔鬼石酒坊，改成度假村了。俩月还不行吗？集团决定，我也没办法呀。哎，我求求你了，我们这些车手真的不容易。谁都不容易啊，就这么着吧，他们一会儿过来考察。距离发车还有15分钟，请各位车队做好准备。回来了，飞驰车对我的青春不回来了。五号，还得是我池哥。唯一，变面粉了，散着好看。散着不方便干活。我都说了，真的是，我还得跟记者道歉，唉，真的生气死我！不气不气，上什么火呀？咱不道歉，不道歉记者乱写啊！孙艳霞，看你这一大口米饭，你都不喝水，噎着多少回了都？嗯，是哥，赶紧背出书。你谁呀？谢谢。哎，老易，女朋友啊？啊？我都忘了你这会儿还活着呢。我特别想你。为了你好一回。以后离狗远点啊！谁叫你遛狗，你都不给他遛，听着没？离狗远点。您是谁呀？我张弛。张弛？粉丝啊。嗨。啊，不好意思啊，这位粉丝朋友，那个你看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要不您等赛后的时候您再来。张弛来了，下来，我看看。是谁啊？哎呦我去！你问吧。不是你干嘛？没发腮，发际线好，发手抬起来。哎，我，你干嘛？保持啊，少吃，少喝酒，听着没？谁？是谁？你粉丝，疯狂粉丝。你就当我是。我粉丝啊！你给我拿个笔，我给他签个名。说给谁听呢？赶紧进来。
我有话跟你说。什么事啊？占用你五分钟。这样行吗？就两分钟。你坐。真是粉丝啊，跟这都一样。学啥不好？学这玩意儿去。我怎么感觉在哪见过他呢？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你在说什么呢？别跟我扯淡，老叶。赶紧给他拉走！哎，我还没说完呢，你听没听我说话？你干嘛呢？你不识货的玩意儿！你听我说完呢！歇会儿吧，我们该干嘛呀？啊！走了吗？走了吗？走了。你也害怕赢啊？这不废话吗？你俩出去吧，我们该准备比赛了。老叶，别着急轰我。老叶，你怎么才能相信我？咱们车队缺钱，对不对？我给赞助，我能在这待着了吧？我有的是钱，我是那个，振东集团那个林振东。站下。越来越没谱，你还振东集团呢？我大少爷，我有的是钱。你大少爷，我还大老爷呢。哎，真是他。我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我？你看看，你看看，拿水去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金主来了，老叶来坐。小林哥，我刚才没认出来，说话有点鲁莽，您别往心里去。来来来来来，时间紧迫，咱们别客气了，好吗？我就直奔主题了。这一站咱们的赛车调校数据偏向于转向过度，希望通过转弯速度来抹平跟万世之间的赛车行动差距，半程发力跟魏千里死磕，对吧？您还真是资深爱好者呀，说的都对啊。不对，错，全错了。咱们如果要是用这套策略的话，就完蛋了。你得让张弛换雨台出发。这个我理解您喜欢赛车的感情啊，但是专业事还得专业人办，您说是不是？我再重申一次啊，开赛前五分钟，咱们还有最后一次换轮胎的机会。开赛七分钟，张弛那边会下大暴雨。只有换上雨胎，才有可能在这一站赢过魏千里。大暴雨？大暴雨。你们家还有气象卫星的生意？你就当我有吧，老叶，你别乐了。我来就是为了让张弛赢的，只要他换上雨胎，他就是今年 CCRC 年度总冠军。大林总，虽然张弛现在落后魏千里24分。夺冠呢，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了，但毕竟最后一战，这还关乎车手的荣誉和信心呢。我们不能那么草率。你急死我了，真的，老叶，你为了咱们车队，马上就要卖房子了。只要他今天拿了冠军，咱不就有赞助了吗？你房子也就保住了。你想想你闺女，你怎么知道我卖房啊？我猜的呗。老爷，你得赶紧做出正确的决定。不是，您这赛季啊，就作为观众，咱聊聊投资的事儿，好不好啊？您，我不跟你解释了。你的那个支付宝账号还是你手机号是不是？是啊。我手机里就剩这么多了，你先拿着，明年再说明年的事儿。你先这些钱，先花着吧。现在，赶紧让张弛换雨胎。支付宝到账200万元。别愣着了，快去啊！雨胎是吧？4条，马上完事儿。机器人张唯一，换雨胎，快点，没时间了。确定吗？确定，快换胎。行。突然换轮胎了，别糊涂。
振东那小子给这数。哎，十九万咱没有了，我得知道下赛季怎么活呀。说的对啊，雨他呀，这是。哦，这边也是吧。哟哟哟，张弛，什么高级战术啊？落后太多，想放弃比赛了？胡说什么呢？懂不懂啊？四条雨胎，你提前为下赛季测试雨胎性能呢？池哥，这是雨胎，新闻整错了吧？不能说。昨天还是干胎呢，今天怎么换成雨胎了？我也不知道啊。讲道理，季星不会出错呀，而且张唯一也看着呢。呼叫大本营，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换成雨胎？张弛，我们临时调整一下战术，你好好跑就行了啊。好吧，我回来跟你说啊。老叶，你说什么呢？你还想不想让我比赛了？张弛，听我跟你说啊，你先安全完赛回来，我跟你细说好吗？啊，现在换干胎需要多久？肯定是来不及了，前面700米就发车了。怎么着，张弛，战术研究明白了吗？研究好了。换胎失误啊，小破车队水平就是不行。什么土懂啊，雨胎照样赢你们。四哥，大晴天穿雨鞋也挺时髦啊，一会儿我超你的时候你躲点儿，倒窄。你们两个业余车手聊什么专业的天呢？演得挺像，你怎么不转行当演员呢？别装了，换胎失误你就承认吧。谁没犯过错？不丢人。四哥，咱不丢人啊！咱们重点见啊，让你们看不见我尾灯。观众朋友们，2022年 CCLC 最后一站的比赛马上就要发车了。这第二位发车的张弛好像出了一点状况，在今天如此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张弛竟然换上了雨胎，这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战术？应该是车队失误了吧？有毛病啊！大晴天的，他装什么雨胎啊？晴天用雨胎跑，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是出奇制胜的战术啊。我们不知道飞驰车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技术失误，也许是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本场比赛。现在飞驰车队的6号赛车已经进入了发车区，张弛这个怪异的轮胎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拭目以待。准备好了吗？
谁能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不想待在角落，感受过蜕变之后，要你飞的自由，就跟上我的节奏，哪一道能抢得到我？如果只问输赢结果，这战斗是我要较量我。如果能把那心跳声甩在身后，轰鸣中也该所有的念头，越过所有的声音，超音速，直到我可以彻底的忘记我，去往前方的烟火。能点燃我的烟火，一勇气来发号指令，梦想做我的轨迹，看我肆意的飘逸，冲撞着下一个奇迹，谁的旨意都无所谓，加速度的高分贝，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直向前，绝不后退。不用谁定义我该往哪走，我也向着终点走，不用谁定义我哪天该成为某某，享受逆风的我，就算没有尽头，也没有理由让我收手。如果只问输赢结果，这战斗是我要较量我，如果能把那心跳声甩在身后，轰鸣中掩盖所有的念头，越过所有的声音，超音速，直到我可以彻底的忘记我，去往前方的夜。什么方法？不问那个转弯可不可怕，只问筹码，只问我要的。